第四节，提问的方式与技巧。在商务谈判的过程中，提问技巧作为摸清对方真实需要、掌握对方心理状态、磋商成交的条件、表达自己意见观点，进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是经常运用的。其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对对方的谈话做出反应，将信息反馈给对方，并把己方的意图告诉对方，希望对方做出相应的反应，同时可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对对方的思考提供既定的方向，获得自己不知道的信息、不了解的资料。另外还可以控制谈判的方向，使话题趋向结论等等。提问往往是衡量谈判者谈判能力的一种重要的标志，适时适度的提问往往能使对方做出你所期望的回答。在谈判中，谈判者常常通过艺术的提问来避免窘境。提问的种类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封闭式的提问，即凡是回答可以控制的或者是与提问者预料的结果接近的都是封闭式的提问。比如说，这个价格你可以接受吗？这就是你们推迟发货的理由吗？你刚才的意思是不是说啊，请你谈谈这种产品的质量标准好吗？等等。这种提问的特点是针对性强、气氛紧张、节奏比较快，应答呢受一定的限制。另一种提问呢是开放式的提问，凡是回答不可控制的或者是无法预料回答结果的提问都是开放式的提问。例如，你对这个价格有什么看法？你们为什么要推迟发货呢？你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么请介绍一下柜场产品的情况好吗？等等。这种提问的特点呢是随意性强、方向难测、气氛缓和、节奏比较慢，应答呢也比较自由。以上两种提问种类呢，因为其作用各有所长，在谈判当中常常是各有所用的。在掌握提问的种类同时，谈判者还应注意的是把握提问的时机。在对方发言的时候，一般不要急于提问，因为打断别人的发言是不礼貌的，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当对方发言时，你要认真的倾听，即使你发现了对方的问题，很想立刻提问，也不要打断对方，可先把发现和想到的问题记下来，等到对方发言完毕之后再提出问题。这样呢，不仅反映了自己的修养，而且呢，能够全面的、完整的了解对方的观点和意图，避免操之过急，曲解或者是误解了对方的意图。在对方发言停顿间歇时提问。如果谈判中对方发言比较庸长，或者呢不得要领，或者纠缠一些细节，或者离题太远影响了谈判的进程，那么呢你可以借着他停顿间歇时呢来提问，这是掌握谈判进程、争取主动的必要要求。例如，当对方停顿时，你可以借机提问，您刚才说的意思是？细节问题，我看我们以后再谈。先谈谈您的主要观点好吗？您说的第一个问题，我听明白了。那第二个问题呢？在自己发言前后提问。在谈判当中，当轮到自己发言的时候，可以在谈自己观点之前对对方的发言进行提问。这时候的提问呢，不必要求对方回答，而是自问自答，这样呢可以争取主动，防止对方呢接过话茬影响自己发言。比如说，您刚才发言的问题是，我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我还要说明一点。价格问题
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质量和售后服务的情况怎么样呢？我先谈谈我们的要求，然后请您答复。在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为了使谈判沿着自己的思路发展，牵着对方的鼻子走，通常呢要进一步的提出要求，让对方来回答。我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就是这些，您对此有何看法呢？在议程规定的辩论时间提问。大型的经贸谈判一般要求事先商定谈判的议程，设定辩论的时间，在双方各自介绍情况阐述的时间里一般不进行辩论，也不向对方提问，只有在辩论的时间里双方才可以自由的提问进行辩论。在这种情况下提问要事先做好准备，可以设想对方的几种方案，针对这些方案考虑己方的对策，然后呢再提问。在辩论前的几轮谈判当中要做好记录，归纳出谈判桌上的分歧，再进行提问。不问便罢，一问就要问到点子上。考虑提问的对象，提问应与对方的年龄、职业、社会角色、性格、气质、受教育的程度、专业知识的深度、知识的广度、生活经历相适应。对象的特点决定了我们提问应当采取率直、简洁、含蓄、委婉、认真、诙谐、幽默、周密、随意等等什么样的方式。分清提问的场合，是公开谈判还是秘密谈判，是个人间谈判还是组织间谈判，是场内桌面上谈判还是场外私下谈判，是质询还是演讲等等，都要求提问者注意环境场合的影响。注意提问的方法，常用的提问方法有一般性提问，凡提问的内容方式具有随意性的提问都是一般性的提问。一般性提问中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开放式的，非关键性的，这种提问常用于公关场合或者呢谈判之初的寒暄，作为提实质性问题前的过渡，或者在谈判当中缓和气氛之用。比如说啊，最近怎么样啊，孩子们如何，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呢，等等。一般性的提问呢也叫做非诱导性提问。诱导性提问，诱导性提问呢是对答案具有强烈暗示性的问句，属于闭合式提问。这是事实对吗？这份合同是你们董事长签的字是吗？等等。直接性提问，这种提问呢具有明确的对象或者对象范围，属于闭合式提问。比如说你能有权决定吗？你们三个人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等等。间接性提问，这是借着第三者意见以影响对方意见的问句，在提问中涉及的第三者应该是对方尊重或者是熟悉的人，否则呢使用这种问句可能引起对方的反感。比如说可以这样提问啊，王教授对你们能否参加知道吗？唐纳先生对这件事关注吗？等等。探索性提问，这是针对双方所讨论的问题要求进一步引申或说明的问句。你说这个价格是合理的，请问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吗？这种提问不但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而且可以显示发问者对问题的重视。陈述性提问，这是一种以澄清事实、反馈信息、要求对方证实、统一认识为目的的提问。你所说的通用合同格式是不是就是这种？你说的上述情况没有变动，是不是说你们可以如期的履约了呢？你的意思说价格不可以变动了吗？采用这种方法提问时，
注意应将对方原来的陈述进行重新措辞，将对方的原话重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如果对方说情况大致如此，你再问情况大致如此吗，这就没有多大意义了。强迫选择性提问，这是说要将己方的意见摆明，迫使对方在限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的问句。如果依照协议，你们是现在付款呢还是明天付款，是现金还是支票呢？采用这种方法提问，尤其要注意措辞和态度得体，以免给人强加于人的不良印象。多主题提问，请把你们厂的产品质量、生产能力和价格谈一谈。你是否把协议产生的背景、履约的情况、违约责任及各方的态度谈一下？这种提问方法因为含有主题过多而难以有效。许多心理学家认为，一个问题最多不可超过两个主题，才能使对方有效地掌握。模糊性提问，这种提问呢，主要是用来套取对方的话或者干扰对方的思维。成本看来好像不对，不是吗？这个不对，他并没有说高还是低。那你的报价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没有说高还是低。你们那位副部长只能解决这类不大不小的问题，是吗？反诘性提问，这种提问呢，主要用来加重语气，并不是真正的问句。凡不需要任何回答的提问，均可以称为反诘性提问。你以为我会相信吗？让我安静一点，这难道说是巧合吗？了解了提问的种类，在谈话当中如何恰当的运用其所长，这就涉及到提问的技巧了。在谈判活动当中，提问的技巧对于提问的效果有着直截了当的影响。尤其是在封闭式提问情况下，谈判者更应该谨慎小心。下面我们来介绍几种非常有用的技巧。颠倒提问，当你感到自己的请求难以得到允许时，当你感到想为自己辩解时，当你愤怒那么想要和对手争吵时，不妨呢将话题颠倒过来说。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一名教士问主教，我在乞讨的时候可以抽烟吗？主教感到这位教士对上帝是极大的不尊敬，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而另一位教士也去问这位主教，我在抽烟的时候可以祈祷吗？主教感到他念念不忘上帝，连抽烟的时候都想着祈祷，可一见其心之诚，便欣然的同意了。那么为什么这样颠倒之后就能起到缓冲的作用呢？这里只不过是玩了一个语序调包的游戏。说话者利用语序变化，在自己真实目的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了语义，使听话者呢产生错觉，在态度上形成积极的呼应，减少了对抗、戒备、敌视等不良的反应。简明扼要的提问，不管提什么问题都应该注意这一点，提问太长太多都有碍于对方的信息接受和思考。当问题较多的时候，每次至多问一两个问题，待搞清楚后或者对方表示回答完毕之后再接着往下问，这种技巧呢十分有效。当你不太了解对方的诚实程度，或者呢想刺探对方的信息掌握情况时，不妨提出某些你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对于你的提问，如果对方的回答是含糊的，那么他这么做一般是源于两个理由，或是由于你问的问题不对头，或者呢更可能是你问的问题实在是太妙了，至少是从你的对手的角度看是这样的。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含糊不清的回答出现在谈判过程当中，一般都得算是一个冰冷的使人生气的回答。对此，你除了可以放任你的轻蔑之外，可千万别让他就这么溜过去。如果你还希望得到一些进展，你得抓住他不放，直到你得到了你所要的回答为止。这里呢，可采用的方法有：一，重复这个回答，然后呢，要求对方就此进行澄清。比如说，你可以这么说：乔先生，您所提出的材料费大约是5万左右，您的左是多少，右又是多少呢？您所提出的是高级别墅呢，还是偏僻小巷呢？我希望您在原材料问题上提供一个准确的报告。二，先对不适当的回答不予理睬，然后呢，再次提出相同的问题，因为这样呢，会使他觉得这样再问他不能再出一个千篇一律的回答。如果对方说他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那么你只需说你还没有理解这个回答就行了。第三，提出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以使对方不得不详细而且具体的来回答。四，要坚持不断的提问，直到获得一个满意的回答为止。如果对方因此而发火，可千万别被他吓到，这是一个人不愿意回答某一问题所常采用的策略。至于如何提出关键性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把握。你的提问是在收集信息，除非都是你所要的，否则呢，尽量别问那些用是和不这可以回答得了的问题。问题的答案需要事实为佐证，光说这些看法算不得回答。使用中性的腔调，语气平静，声音太高，或者是质问式的举动，不会引出正面的回答。如果你想得到难以得到的信息，先提出一连串的软问题，这样呢，会使对方觉得你问的都太简单了，从而呢，自动的对答如流，然后再问那个中心问题。如果你觉得获得这个信息很困难，可以向对方提一个要答得很长，或者呢，谈及一些技术细节的问题，使对方做出长长的回答。这样做呢，常常让对方无意当中在里面包含了一些有价值的，而且是非常珍贵的信息。切记，当人家不想给你提供信息，而又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加以拒绝的时候，他常常呢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得先就此考虑一下，然后再答复给你。其实，他毫无回答你的愿望，他只是希望你随着谈判的进行而把他忘了。这时呢，你就得让他做出一个承诺，保证什么时候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你就可以用他这个承诺为依据，紧追不舍，直到得到那些信息为止。由于谈判的需要，有时需要问一些对方敏感的在公共场合下常忌讳的问题，最好呢是在提问之前略加说明理由，这是人们避免引起尴尬的技巧。比如说，有的女士对年龄很敏感，你可以说啊，为了填写这份表格，可以问一下你的年龄吗？第五节，回答问题的技巧。在商务谈判中，有问就要有答，回答的难度要比提问的难度更大，其原因就在于提问如果觉得不准确，还有机会经过修补再进一步的提问，而回答若是有失误，就很难补救了。所以，答复问题能力的大小是衡量谈判者谈判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掌握答复技巧是极其重要的。必须强调的是，在谈判中，针对问题所做出的准确的回答，未必就是最好的回答。有时，回答越准确，就越是蠢笨。
回答问题的关键在于说什么不说什么，而不必考虑回答的是否对路，因为这样才能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为再次回答时进行解释，创造出一个有利的条件。在回答问题之前，必须要弄清对方提问的真正的含义，否则呢，不能随便的答复。在弄清对方意图的基础上，还应该进一步的判断对方持这一企图的强烈程度，以此呢，来决定我方的回答方式和范围，哪些应该正面的回答，哪些呢，应该做侧面的回答，哪些呢，暂时不回答，哪些呢，应该全部或者部分的，或者是拒绝回答。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常采用以下几种方法。不要彻底答复对方的提问，答复者应将提问者的范围缩小，或者呢不做正面答复，而对答复的前提加以修饰和说明。例如，对方询问我方产品质量如何，我方不必详细的介绍产品所有的质量指标，只需回答其中主要的某几个指标，从而造成质量很好的印象就可以了。又例如，对方对某种产品的价格表示出关心，直接询问该产品的价格。如果彻底回答对方呢，把价格如实的相告，那么在进一步的谈判过程当中，我方可能会陷于被动。所以呢，应该首先避开对方的注意力和所提问题的焦点，做这样的答复。我相信产品的价格会令你们满意的。首先，请允许我先把这种产品的性能介绍一下。我相信你们会对这种产品感兴趣的。针对提问者的真实心理来答复。有时，提问者为了获取非分的效果，有意识的含糊其辞，使所提问题模棱两可。此时呢，如果答复者没有摸清提问者的真实心理，就可能在答复当中出现漏洞，使对方有机可乘。因此，答复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一定要先进行认真的分析，探明对方真实的心理，然后呢，针对对方的心理作答，不可自作聪明，按着自己的心理假设去答复。例如，对方在谈判时要求我方谈谈价格问题，我方首先应当弄清楚对方要了解价格的哪一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再酌情来答复。如果我方探明了对方提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我方所报的价格太高，那么呢，我方可以依据对方的这个真实的心理，回答价格为什么并不算高。可是，如果我方在没有摸清对方真实心理的情况下，即想当然地介绍价格的计算、成本的高低，就可能落入对方的陷阱，给对方呢压低价格提供了理论根据。不要确切答复对方的提问。在谈判中，有时会遇到一些很难答复或者是不便确切答复的问题，你可以采取含糊其辞、模棱两可的方法作答，也可呢利用反问把重点呢推移，这样呢既避开了提问者的锋芒，又给自己留下了一定的余地，实为一箭双雕之举。比如说，当对方询问我方是否将产品价格再压低一些的时候呢，我方可以答复啊，价格呢确实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也可以这样答复，是的，我想啊，您一定会提出这个问题的，我们会考虑您提出的问题，不过请允许我问一个问题。降低提问者追问的兴趣。提问者如果发现了答复者的漏洞，往往呢会刨根问底的追问下去，所以呢答复问题时要特别注意，不让对方抓住某一点继续发问。假如你在答复问题时真的出现了漏洞，也要设法降低对方追问的兴趣。有时候也可用这样的答复堵住对方的口。
这个问题呢容易解决，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啊。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我想为时还早，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哎呦，这是一个暂时无法回答的问题呀。让自己获得充分的思考时间。一般情况下，谈判者对问题答复的好坏与思考的时间成正比。正因为如此，有些提问者会不断的催问，迫使你在对问题没有进行充分思考的情况下仓促作答。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答复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沉着稳健，谨慎从事，不慕所谓对答如流的虚荣，也不必顾及谈判对方的催问，而是转告对方你必须进行认真的思考，因而需要充分的时间。礼貌的拒绝不值得答复的问题。谈判者有回答问题的义务，但是并不等于说谈判者必须回答对方所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特别是对某些不值得回答的问题，可以礼貌地加以拒绝。例如，在谈判中，对方可能会提些与谈判主题无关或无大关系的问题，回答这种问题的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会扰乱你的思路，你甚至可以遇到一些对手有意地激怒你的问题，他的其用意呢，就在于使你失去自制力。答复这种问题只会损害自己，因此呢，可以一笑了之。找借口拖延答复。在谈判中，当对方提出问题，而你尚未思考出满意答案，并且对方又追问不舍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资料不全或者需要请示等借口来拖延答复。例如，你可以这样回答：啊，对您所提的问题，我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来做答复。我想您是希望我为您准备详尽而圆满的答复的，但是这需要时间，您说对吗？不过拖延答复并不是拒绝答复，因此呢，谈判者要进一步的思考如何来回答问题。反问理由的回答，让对方代替你来回答，以摸清对方的意图。比如说，这个问题你认为呢？啊，这个问题实际上我已经讲过了，不过我还想听听您的看法。在采用上述方法回答问题的时候，还应注意回答的技巧。如果你暂不清楚对方意图，而又必须回答的时候呢，其技巧是回答之时加上许多假设条件，而且呢，让这些条件尽量的不现实。比如说，哎呀，假如你的话是真的，同时呢还假定销售绝对没问题，并且原材料价格不变，那么我可以说啊，当然了，即使是这样呢，还要看看其他情况会不会产生意外的影响。如果在谈判中你的回答出现了漏洞，不要惊慌，其补救的技巧是责备第三者的错误，或者归咎于双方政策，或者声称也许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原因。如果对方抓住你回答的弱点，并以此要你做出答复的时候，其技巧是对这个弱点来一个自我欣赏，变呢强辩。第六节，说服的技巧。在谈判中，双方总是要设法使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因而也总是极尽所能的要说服对方。所以呢，说服的技巧也是谈判者所应该着重掌握的。说服，也就是设法使他人改变初衷，心悦诚服的接受你的意见。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技巧，
一个谈判者只有掌握了高明的说服别人的技巧，才能在变幻莫测的谈判过程中左右逢源，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呢，这又是一项很难掌握的技巧，因为当你试图说服对方之际，你将处于同样的被人说服的地位，因而必将遇到重重的阻力。你必须要克服这重重的阻力，才能够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在说服工作中，应该把握的基本原则是，不要只说自己的理由，研究分析对方的心理需求以及特点，消除对方的戒心成见，不要操之过急，急于奏效，态度诚恳，平等相待，积极寻求双方的共同点，不要一开始就批评对方，不要指责对方，不要把自己的意志和观点强加于对方。说服用语要朴实亲切，富有感召力，不要过多的讲大道理，承认对方情有可原，善于激发对方的自尊心。根据上述原则，为了创造一个良好的说服条件，谈判者呢，在运用说服技巧时，应处理好以下几个环节。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当一个人考虑是否接受他人意见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总是先衡量一下他与说服者之间的熟悉程度和友好程度。如果相互熟悉，相互信任，关系比较融洽，对方呢就比较容易接受你的意见。因此呢，如果要在谈判当中达到说服对方的目的，必须先与对方建立相互信任、比较融洽的人际关系。分析你的意见可能导致的影响，向对方诚恳地说明要他接受你的意见的充分理由，以及对方一旦为你说服将产生什么利弊得失。坦率承认，如果对方接受你的意见，你呢也将获得一定的利益。这样，对方觉得你诚实可信，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你的意见。反之，如果你不承认能从谈判当中获得一定的利益，那么对方必定认为你话中有诈，缺乏诚意，从而呢拒你于门外，你将无法收到说服对方的功效。简化对方接受说服的程序。当对方初步接受你的意见的时候，为了避免对方中途变卦，要设法简化确认这一成果的程序。例如，在需要书面协议的场合中，可事先准备一份原则性的协议书草案，告诉被说服者，只需要在这份原则性的协议书草案上签名即可了。至于正式的协议书嘛，我会在一周内准备妥善，到时候再送到贵公司，请您斟酌。这样往往可当场取得被说服者的承诺，并且避免在细节问题上出现过多的纠缠。关于说服的技巧，则主要表现在谈判开始时要先讨论容易解决的问题，然后再讨论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这样呢容易收到预期的效果。多向对方提出要求，多向对方传递信息，影响对方的意见，进而影响谈判的结果。强调与对方立场观点期望的一致，淡化与对方立场观点期望的差异，从而呢提高对方的认识程度与接纳程度。先谈好的信息、好的情况，然后呢再谈坏的信息、坏的情况，但要注意避免只报喜不报忧，要把问题的好坏两面都和盘托出，这比只提供其中的一面更具有影响力。强调合同中有利于对方的条件，待讨论过赞成或反对意见之后，再提出你的意见。说服对方时，要注意精心设计开头和结尾，以便给对方留下深刻的印象。结论
要由你明确的提出，不要让对方去揣摩或自行下结论，否则可能背离说服的目标。多次重复某种信息观点，可以增进对方对这些信息和观点的了解和接纳。充分了解对方，以对方习惯的能够接受的方式逻辑去展开说服工作。不要奢望对方一下子接受你提出的突如其来的要求，要先做必要的铺垫，下下毛毛雨，最后再自然而然地讲出你在一开始就已经想好的要求，这样呢，对方比较容易接受。强调互相合作、互惠互利的可能性、现实性，激发对方在自身利益认同的基础上来接纳你的意见和建议。沉默的力量。对于谈判双方来说，除了相互间的语言交流之处，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沉默的力量。当对方停了下来，想让你说的时候，将发生什么情况呢？那么你将说点什么呢？提出几个疑问，驳回对方的论点，或者说明你方的是正确的立场等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一般的倾向都认为沉默是一个应予填补的空白，甚至不惜讲一些废话来打破这种沉闷。但是不幸的是，这将导致失误的出现。很少有人能认识到沉默的本身也可以是一件有力的工具。实际上，如果你用的恰当，沉默呢，可以胜过你为维护你方利益所做的长篇大论。它可以用来表示你的满意，强调某一点，或者呢，迫使对方继续讲下去。当人们不想说，而又必须说的时候，就会发生许多奇怪的事情，那就是不小心招了供，或者呢，做了什么忏悔，从而呢，使你可以借机得到他的让步。当然了，作为一种谈判的工具，沉默呢，只能在少用和谨慎的用时才有效。因此呢，你必须知道什么时候使用它才最管用。下面就是几个沉默可以奏效的例子。一，使对手继续讲下去。假如卖方说，185元的单价是我方所能接受的最低价了，而买方说，哎呀，这太高了。然后买方就说出了种种理由来证明这个价太高，这样呢，买方就处在了防御的地位，因为他必须解释为什么他认为那个太高的价格。如果你不说太高了，而是沉默不语，那情况就可能有所变化了。再假如卖方说，哎呀，185元的单价是我方所能接受的最低价了，如果买方沉默不语，这时候卖方就可能为了打破你的沉默而继续说些什么来证明他的这个价格是合理的。但是一旦他把支持这个185元价格的理由都说完了，他就会像一个弹尽粮绝而又爬到山顶的士兵，他会看到敌人坐在山下面正举着装有子弹的枪准备朝他开火了。这时候留给他的就只有两种选择，那就是或者投降，或者呢被打死。当然了，如果卖方还没有面临如此悲惨的境地，他还是不会投降的。但是既然他能说的都已经说光了，为了保住他的阵地，他就得硬撑着往下说。这时候你就有机会得到那个真正的合理的价格。二，表露你的不满。沉默也可以成为表示你没有得到满意的一种有力的武器。例如，当你的对手结束了他的讲话后，又加了这么一句：“怎么样？您是怎么想的呢？”而你呢，只是沉默地摇了摇头，这表示的意思可就多了。
如果你还将这个令人困惑不解的沉默延续那么几秒钟，你的对手很可能被迫要想办法来填补这个空白。三，强调你将要讲出的东西。当你即将道出一个重要论点时，先沉默一会儿，可能对强调你所要讲的东西有所帮助。例如，假设你要说的是拒绝一个抱团吧，你可以这么说：我真不知道怎么说好，但是你们的价格未免高得不合情理了。你在讲这句话当中停顿那么一下，这就引起了对方对你下面要讲的话的注意。那个停顿还可以表明你希望你已经说出的并不是你愿意说的，这表明你是有同情心的，这将鼓舞对方继续跟你谈下去，以寻求达成协议。在本集当中，我们讲述了在商务谈判中语言的应用技巧，这包括谈判中的语言交流、倾听的技巧、叙述的技巧、提问的技巧、回答的技巧。